帮披萨洗澡喽。嘿嘿，披萨来，哎，披萨来，披萨来，披萨过来。哟，哎，披萨不是。下班。今天是披萨第一次在我们家洗澡。对。然后昨天我们有上网做一些功课，那天让披萨清清水身，让它熟悉一下。我先冲他的屁股，啊，好快呀！不要直接冲他，用脸的。哎，你在喝水？哎，不可以喝。你在那边喝水？披萨。不行，他会舔这个水，所以我要先把它放出来。你帮我挤一挤。披萨舒服吗？哎，不可以舔，不可以舔。希望披萨是爱洗澡的小狗狗。哈哈哈哈怪怪的狗狗。它缩小了。缩小了。缩小了。变吉娃娃了。对啊，你变吉娃娃了。好可爱哦。帮你搓小脚脚，搓你的小脚趾。这一条要吗？好，可以。小到三公分，把它抓在这里。他想想看，因为我们大家在想，我就要笑。披萨，接着披萨，接着披萨可以在这里吃掉。把它抱起来，大概是。他在发抖，很抖。好，吹风机给我。披萨在发抖。披萨，披萨在发抖，小一点。哎，小心。披萨。他怎么感觉毛变少了？他变流浪狗。没事啊，没事。他可能会害怕那个吹风机的声音。好了。好了，好了，你的毛蓬起来了，披萨。披萨，披萨，你从吉娃娃变博美了。博美变吉娃娃，吉娃娃变博美。披萨洗完澡舒服吗？好，走吧。你吃，吃了。你看，两只小星星。